那两排的话是它接一台电脑就好了，哎，谁刚才在 call 我？你不是讲电话？恭喜耶！庄婉瑜啦，我一直叫张啊张婉瑜，庄。漂亮的新娘子，今天有什么感言？很开心吗？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时刻。但是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你天气比较冷，你要多穿一点。但是你进来里面温度会比较温暖一些，出去外面一定要穿外套哦，要幸福哦。你有准备那个弹钢琴的人吗？有、哦。今个拢遭奸伊啊！有人过哎，有人过有穿迄花衬衫呐、啊。没关系，我不敢自己讲，你买叶文忠，你买夏威夷花衬衫。我无穿哦，我有准备黑色衬衫哦。这个是阿姨吗？你礼服什么时候要穿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，我叫阿姨，我不对。你原本打算什么时候穿？我本来是想算来的时候开始。要穿好，那你就等下开始去换。啊，这一套是怎样变成？这个礼服是小鼠服吗？没有啦。小鼠服。我的公法大鼠服，小鼠服。那就像是你讲之前，我第三班全部女孩都没有出来。我忘记了。不是，你这包包我帮你放在车上。不用，我背着，我只用那个啦。我玩弄。开心就好，新娘子。Smile，Smile，Yeah。被坑打，被打啦。看你被打啦。巴肚啊，巴肚啊，巴肚。被这跟巴肚痛啊？哦，暖暖包啊。谢金燕呢？你什么小户？哎、欸，你今天进去谢金燕。哎、欸，我先去叫我姐姐。哎、欸，我先去尿个尿好不好？尿个尿。啊，我擦什么头水？有进光。嘿，进光啊！哎、欸，这里头塌落啦。啊，这司仪。真的啦，你要穿，我不骗你啦。我都有录影存证呢。哎、欸，子辰，你要不要坐坐这边？没关系，不站着。庄婉瑜今天要幸福哦，开心一点。Smile，Smile， 不要，不要担心有的没的。我没有担心现在。婷燕，你的准备好了吗？什么准备好了？我说你的音，你看音乐怎么又中断了？卡到是不是？有人按到是不是？你帮我跟我叔拍。没有，外面没有音乐。你要不要换？然后大家要自己放。哦，他要自己放音乐哦。没有，我试一下。你有准备是不是？没，我要请一个。我会紧张哎。那个帮我放音乐的。你的 partner 啊。对。有声音吗？这个。阿姐啊，卡笑哎。他还没来哦。放音乐的。哦，有。你先来啊。婷燕，你那姑姑有来了吗？有啊，她在那边而已啊，还要叫她过来。可以啊。1、2、3，2、1。好。你要过来。